开不起了，要拉近，要拉近。哇，黄色的脚。哦，夜路什么？暗中叫，暗中叫。夜路。我走一走，怎么突然间想睡觉？你刚才面线吃太少，哎，刚才没有拿给饼干给你。我没有要吃啊，我是想睡觉，突然间没有神了，没有电了。没呀、啊，突然的。啊，快结束了。你老公没有下车的嘞？他们把车子开到对呀，他不能另外一头了，啊、因为故意喊哦。我后来就不是，因为爬山他都要牵我，我怕跌倒。如果这样下来就不能开车了。不会啊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哎，老街的人还有这边的，为什么车子都其他人都拿去？后来人家才跟我们讲，因为我是参加那个观光协会的活动，我才知道原来这条路都很多人在建走，尤其夏天很好，又可以玩水，没有太阳。哎，已经走出来了。对啊，很好走啊。啊，走出就是老街的，老街的另外一边可以买东西那里。我儿子先住这里的。哦，啊，他念华范的是不是？是呀。哦，难怪。他就住老街住了好久。哎、欸，那他就很熟了。他很熟，他我那个前就跟什么一样。哦。很熟啊，怎么还来参加？不是他、啊。哦，他是扁红。平均下来有没有比较瘦？那有可能。